热情招呼小朋友们下车。满地可华严寺普门中文学校的学生、老师以及家长日前前往渥太华佛光山参访。没有吃饱？有。渥太华佛光山的常住们准备丰盛的午餐供养大众，满足了大家的口味，并在餐后打篮球活动身心，最后法师亲手制作爆米花，让大家能带上车享用。参访团在做法师的欢送下离开，圆满的死心。人间新闻加拿大渥太华综合报道。